选哪个呢？就这个吧。哇，竟然选到了皇室出身，起点高就是爽啊！漂亮时装随便穿，出行座驾随便选。看看这排场，这气势，遇到贵妃我自然也不放在眼里。竟然敢挡我的路，给我起开！恰巧被皇上看见了，皇上大怒，我就这样被逐出了皇宫。做人还是要低调些呀，记得引以为戒哦。浮生未清歌，邀你梦回千年汴京。